这是帮客户制作的循环测试计数器，利用计数器加双条形继电器，可以设定次数到时间停止。测试开始。我们是调十次。好，时间是两秒 ，on 跟 off 都是两秒。然后电压是110，输入输出都是12伏。那我现在归零，测试开始。测试完毕。